大家好。昨天我有更新那个课程网页。然后应该是礼拜日吧，礼拜日我有把那个期中考的成绩，上传到网路，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成绩。然后关于那个作答的答案卷。就是我有上传到云端的目录，那你可以在这个目录夹中找到你自己的答案卷。然后关于这个考试的题目跟答案的话，我有录了一个影片，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来看说，助教在改的时候有没有改对。哦，然后关于这个考试的一些评分的资讯，我有列在这个网页上。然后昨天有更新那个作业三，那作业三的话，其实大部分有写的同学都正确率都是100，那有一些同学他有遇到他的程式有产生一些错误。然后好像有同学是记错档案吧，就是他记成作业二的档案。然后有一个同学他程式遇到这个 runtime error，那我这边示范一下什么是 runtime error，就是现在假设我们要测试你已经写好的程式，那你可以打开我给的那些范例，比方说我就打开那个我给的那个 input output samples，那你就把这个复制起来。那我现在已经把那个同学的程式码贴在这个 online 的 IDE 了。好，那我现在执行他的程式码，然后我把刚才的那个输入贴上。你也可以用手打，但是用手打可能会打错。好，那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个程式的输出跟这个范例给的答案到底一不一样。哦，那你最好是全部都测过一次，因为你测一个对，并不代表其他范例也会对。哦，那我现在再测试另外一个。哦，这是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就产生问题了，就是当我按 Enter 的时候，它这个程式就没有输出了。哦，那这个其实。这不是网站的问题啊，这是程式本身的 bug，所以这个是属于 runtime error。那产生这种问题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回去看你自己的程式码，因为这次作业其呃，因为其实每一次作业的程式码都很短，都没有几行，所以呢，其实你要去检查找出你的错误，应该是蛮容易的。所以只要你每一行去检查，然后去想一下你这个程式码的逻辑到底有没有错误，那应该是可以，就是自己找到错误。好，那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尽快完成作业三，因为我在下个礼拜我就会在。公布第四次的作业，哦，因为我们其实
剩下的时就是距离学期结束剩下的时间也没有几周了，好，所以我下一周就会公布那个 assignment 4。对，那就是建议大家尽快完成作业3。好，那我们回到那个上礼拜教的部分，我们上礼拜是教到那个 pointer。那 pointer 的话，我们已经介绍完就是 pointer 基本的用法了，然后最后剩下还有 pointer arithmetic 那个部分，我还没有介绍完。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跳到那个 pointer arithmetic 这个部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pointer 的加法跟减法。举一个例子哦。比方说我宣告了一个阵列，然后 它里面有十个元素。然后呢我宣告了一个 pointer p， 然后我让这个 p 呢指向就是 index 是2的这个元素，那图形上来看的话就是右边这个图。哦、P 它 P 这个 P 它有一个箭头指向 index 是2的这个元素。那下面呢，假设我们对这个 P 加3P 加3呢，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pointer 的加法。它的这个 P 是 pointer， 但是3是一个普通的 integer、哦、所以这个其实那它加起来的结果 会是什么呢？它加起来的结果还是一个 pointer、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加法。因为普通来说我们的加法应该是两个相同的 data type 做加法，可是这个地方呢，它加法输入的两个输入呢是不同的 data type， 所以它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加法。那它这个加法其实没有限制左右啦，只要你其中一个是 pointer， 然后一个是 integer， 它就会 进行 pointer 的加法。那所谓 pointer 的加法呢，它不是直接加三个 byte， 它是直接加三个元素的距离。所谓三个元素的距离，就是你这个，就是看你这个 array 它的每一个元素的 data type 是什么。比方说，如果你的元素是 integer 的话，哦，那这个加三指的意思就是加三个 integer 的距离。那假设你的一个 integer 是四个 byte 的话，你三个 integer 的距离就是三乘以四，就是加12 byte。那我们可以用图形，把这个 p 加三的结果画出来。好，它把 p 加三的结果存到 q 这个 pointer。所以如果 p 是指向 index 是2的这个元素的话，那 q 就是跟 p 会距离三个 integer、哦、所以 Q 会指向 index 是5的这个元素。那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教的啦，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这个 pointer 的加法。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pointer 的减法。pointer 的减法就是类似这边这一行的这个例子哦，它让 p 指向index 是1的这个元素，然后让 q 指向 index 是5的这个元素，然后呢这一行 p 减 q， 好，这个是 pointer 的减法，就是这个减法它这个运算元、哦、它有两个输入。那这两个输入都是 pointer，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pointer 的减法。那这个减法减完之后呢，它减完之后它不是 pointer， 它减完之后是一个 integer， 所以这个减法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减法。因为一般来说啦，就是我们一般的减法就是你整数减整数结果还是整数嘛，可是它这个地方不太一样，它是做完减法之后
pointer 做完减法之后，它会产生一个 integer。那这个 integer 就是 p 跟 q， 相差几个元素。哦，那从这个例子 ，q 的 index q 是指向 index 5，p 是指向 index 1，哦，所以它们相差了四个元素。那因为 p 在前面嘛，所以如果你是 p 减 q 的话，这减出来的答案就是负4。那如果你是 q 减 p，哦，因为 q 在后面，所以 q 减 p 是正的，那个减出来的结果就是4。那这个就是所谓的pointer 的减法。那我们在使用 pointer 的加法或减法的时候呢，要有一个限制啊，就是说这个 pointer 你一定要是指向某一个 array 的元素，你才能够去做这个加减法。如果你的 pointer 只是单纯指向一个 integer， 你去做加减法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 pointer 的加减法呢，使用的限制就是说你要让你的 pointer 是指向一个 array。那不然的话呢，会导致就是未定义的行为。然后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pointer 不是指向一个 array 的话，你去使用 pointer 的加减法，那个算出来的产生的值呢是未知的。然后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假设我们要使用 pointer 的减法的话，我们要确保说这两个 pointer 都要指向同一个 array。哦，你不能 p 指向 array A， 然后 q 指向 array B， 这样不行。哦，你要，如果你要用减法的话，你要让两个 pointer 都同时指向一个 array， 那你这样子去算 pointer 的减法才有意义。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何使用 pointer 来存取 array 里面的元素。那首先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是如何存取 array 的元素的。好，那假设说我现在宣告了一个 array， 它里面有五个元素。好，那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一行，用 sizeof 去自动得到 array 的 size。那我们之前学过的方法就是第一种方法，就是透过一个 index 的变数 i。然后用这种语法，就是 array 方括号 i 来存取阵列里面的元素。那这种方法其实就是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方式。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利用 pointer 来存取 array 里面的元素。好的，那第二种做法呢，它就是宣告一个 pointer p， 那它让 p 呢去指向 array 的第一个元素。好，所以他这边的写法是说，把第一个元素的位置，就是加 end， 就是去取这个第一个元素的记忆体位置，然后他把这个记忆体位置 assign 给 p， 然后下面一样也是写了一个 for 回圈，然后里面宣告一个 index i。 那我们要存取阵列里面的元素呢，它是先用 p 加 i，p 加 i 就是 pointer 的加法嘛，就是我们刚刚才讲过的 ，p 是 pointer，i 是 integer， 所以 p 加 i 就是一个 integer 的加法。那这个加完的结果是一个 pointer。哦，那加完的结果是 pointer， 我们对这个 pointer 做 dereference， 就是去拿到这个 pointer 所指向的记忆体位置所储存的值。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等同于上面这个写法。大家可以自己你可以自己把这个程式码复制贴上，那你去验证一下说这个写法等同于 ARR 放括号 I。 那这是第二种方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种方法。那先讲一下说这个方法二其实是不推荐的方法，因为你使用方法二没有什么好处，然后而且它的这种写法会让你的程式码的可读性变得比较差。因为你想想看，第二种方法，你除了宣告 index i 之外，你还要再额外宣告一个 pointer， 所以等于说你要跟方法一相比，你要多宣告一个变数，然后语法也会变得比较
难以阅读，因为你会用到 pointer 加法，还用到 dereference， 那这种语法会比你直接用这种方括号 i 的语法来得难以阅读，所以这个方法二其实是不推荐的一种写法。那它的目的就是只是让大家了解说 pointer 可以这样子使用。好，那接下来来看第三种方法。第三种方法是它宣告了一个 pointer q， 那它让 q 是指向阵列的第一个元素。哦，那它这个写法你可以换成上面这个，哦，就是 array 方括号零，然后前面加 end， 那你也可以直接换成那个 array 的名字，哦，因为 array 的名字其实代表的就是第一个元素的基体位置，哦，所以也可以这样子写。那接下来呢，它每一个 iteration 它就会把这个 pointer 加一，这个地方也是 pointer 的加法，好，然后一直到这个 q 小于 arr 加 arr size， 这个 arr 呢就是一个 pointer， 它是第一个元素的基体位置，好，然后去加上 array size 之后会变成最后一个元素的下一个元素的基体位置。那我们如果要存取阵列的元素，我们就是用也是一样用 dereference 这个 operator。 那这个语法呢，这个是 C 加加，这个是 C 语言， C 语言常用的语法，因为 C 语言很常使用 pointer。 那如果 C 语言要存取阵列里面的元素的话呢，就会用方法三这个方法。然后跟方法三很像的是叫做方法四。然后方法四是我们下一章要学的，就是 vector。 你可以把 vector 想象成一个 array，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vector 角括号 in 这个想成一个 data type， 然后这个 data type 它可以用来宣告 array。 那我们如果要存取 array 的元素的话呢，可以类似用方法三的这种语法。那首先呢，它是宣告了一个 iterator。就是这个我们 下一章会讲啊，那现在只是先让大家有一个印象，所以我这边就是快速讲过，那如果你听不懂也没关系，就是我们下一章会讲的比较详细，啊。这个是一个 vector，哦，就是类似阵列。那如果你呼叫 begin 的话呢，它会传回一个 iterator， 就是这边 it，哦，就是 iterator。那你可以把 iterator 想象成 pointer， 它们概念是一样的，哦，就是这个 iterator 就是概念就是类似 pointer，哦，它的目的是指向vector 里面的其中某一个元素。那它也有 data type 嘛，哦，它的 data type 是 compiler 自己决定的，所以我这边是用 auto 就是让 compiler 自己去决定它的 data type，因为你有给初始值啊，因为你有给这个 IT 初始值，所以它可以自动去决定它的 data type，这个是 auto 是一个关键字，它是 C 加加，应该是 C 加加11以后才有的一个语法。所以这边 int 星其实你也可以用 auto 啦，因为你等号右边已经 assign 了值了，哦，所以它会自动去推导这边的 data type。 然后这个 iteration 也是每经过一个 iteration， 它的 iterator 就会加一，就跟这边的 pointer加一是一样的意思。那它会一直到VEC 点 N， 好， VEC 点 N 就是最后一个元素的下一个基体位置。那如果我们要存取这个 vector 里面的元素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也是用类似 dereference 这个用法，就是 sin it，
就是我们对这个 iterator 去做 dereference， 那它的概念就是等同于你对 pointer 去做 dereference， 也就是去取到这个 pointer 所指向的那个位置的元素的值。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方法一啊。对，那你有时候也会用到方法四，因为我们之后会介绍到 iterator 哦。那你有时候会用到类似这个方法四的用法，所以我在这边就是一起介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array 哦 ，array 跟 pointer 的关系。这边一开始我们宣告了一个 array 哦 ，arr， 然后下面宣告了一个 pointer， 就它的 data type 是 int 星。那其实这个阵列的名字啊，这个 arr 它也是一个 pointer， 但是呢，它是一个特别的 pointer 哦，这个 array name 哦，就是 array 的名字。它是一个 constant 的 pointer， 所谓 constant 的 pointer 就意思就是说它宣告的时候会被指向一个固定的地方，你之后没有办法再用 assignment 去更改它的位置。所以这个 arr 其实它真正的 data type 就是 const int 星，就是在 int 星前面再加一个 const。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去修改这个变数所储存的值，也就是说这个 pointer 没有办法再去改变它的箭头了。这个跟我们前面在学那个居民常数是一模一样的意思。那我们这边可以用一个例子来示范一下，比方说我现在宣告一个 pointer，那它是指向，宣告一个 pointer p1， 然后它是指向 v1。 那我如果我宣告完之后，我如果想要把 p2 指向 v2 的话，这时候就会产生编译错误。这一行这个 compiler 这个地方它有显示，就是第九行这就是这一行它显示说 p2， 等一下哦，我这边没有宣告，等一下应该哦，我打错了，应该是 p1， 它没有显示错误吗？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把这个括回去。它这样子是可以改哦。那我们这边是用投影片这个例子好了，用投影片这个例子，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把 arr assign 给 ptr， 因为 ptr 是一个 pointer， 它可以指向你给定的记忆体的位置，但是我们不能够把 ptr assign 给 arr， 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那假设下一行我们把这个 p1 assign 给 arr， 那它这时候就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错误啊，就是 incompatible data type， 就是这个等号的左边跟右边 data type 不一样，这个等号的右边是一个 pointer， 是一个 int 星，那等号的左边呢是一个 array 的名字，那 array 的名字其实是一个 它其实也是一个 pointer， 但是你去不能去修改它的位置，你不能去修改它的指向的地方，所以说虽然 AR 是一个 pointer， 但是我们没办法去修改它指到的地方，因为它是因为它的行为啊，它的行为就有点类似 const in 的心，就是说不能去改变 pointer 指向的地方，因为这个 array 在宣告的时候，它一宣告的时候，它的 array 就已经指向了某一个初始值了，或是某一个记忆体空间的。那你之后没办法再去改变这个 array 指向的地方，所以这个 array 的名字，它的行为就有点类似 const int 型，但是不完全一样啊，因为它是写 behaves like， 所以还是不能完全视为等价。那我们从这个编译的错误讯息来看的话，这个 AR 它就是一个 array， 那它这个 data type 跟 int 型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直接做所以你不能把 p1 assign 给 arr， 但是你可以把 arr assign 给 p1，这个是合法的。那另外一种等价的写法就是你也可以写你也可以用 and， 然后这样子 后面是接一index 是0这个元素，这个两个写法是等价的，我这边把 p1 的位置印出来，我这边把那个 ARR 把 P1 的值印出来，我把 ARR 的值印出来好了。这边我把那个 ARR 它的值印出来，然后下面是把第一个元素的记忆体位置印出来，那你会发现说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其实 ARR 就是一个这个阵列的名字，其实就是一个记忆体的位置，那 它所代表的是 index 是0，这个记忆体这个元素的记忆体位置，所以这两个其实是等价的。然后那这边要讲的就是对投影片要讲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ARR assign 给一个 pointer， 但是你没办法把一个 pointer assign 给 ARR， 原因就是说这个 ARR 它有点像是一个 const 的 int 型，你不能去改变它指向 它所指向的地方。好，那我们这个第一部分就是到这边就差不多结束了，然后我前面好像还有一页没有讲那我先跳回那一页，就是前面这边还有一页是介绍那个 type def， type def 就是去定义一个 data type 的别名啊，这个 alias 就是别名，就是另外一个名字的意思啊，然后我们可以用 type def， 就是 type definition 嘛，我们可以用或是 type define，我们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去为我们现有的 data type 创造一个别名，比方说比方说我这边 type def， 那 double 写
比方说我把这个，我把这个 double 这个 data type 换了另外一个名字哦，叫 student 哦，那我可以用 student 就是一个 double 的别名呢、啊、哦，那我可以用 student 来宣告变数啊，比方说 student d1 哦，然后等于。所以这个 type def 呢，就是可以，就是替这个 data type 创造，就是替 data type 创造一个别名，就是创造另外一个名字。那这个有一些好处哦，比方说像我们在，比方说像 pointer 这种 data type 哦，pointer 是假设 pointer 是 int 新的话。那你要宣告可能有点麻烦哦，比方说你要在同一行宣告两个 pointer，那你就必须这样子写哦，你必须要写 int 新 p1，然后第二个 p2 呢，你前面还要再加一个星号哦。那你可能如果觉得这种语法你觉得不是很方便的话，你就可以考虑用这个 type def 去创造一个别名。哦，那比方说他把这个 int 新创造了一个别名叫 int ptr，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可以自己任意决定的啦。哦，你只要符合那个变数命名的要求哈，所以这个名称我们可以自己任意决定。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新定义好的这个 data type 呢去宣告 pointer。哦，所以这一行我们可以用 int ptr 去宣告 p1 跟 p2 这两个 pointer。那这一行的意义跟下面这一行是等价的。那上面这一行的程式码的可读性会比较高，因为你光看这一行你就知道哦，P1 跟 P2 都是同一个 data type，它这个 data type 是叫做 int pointer。就是这个我们定义的别名呢，我们可以取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名称。那我们从这个名称，我们就知道说这个 data type 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 type def 去创造一个有意义的 data type 的名称。所以你其实可以去把现有的 data type 做改名字，改成你想要的有意义的名称。好，那第二个用法就是说，如果你的 data type 很长，你要打很多字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用 type def 把它换成一个比较短的名称。那像在下一章我们会介绍，就是 vector 哦，你呃，我们在下一章会介绍 vector 这种 data type。那在使用 vector 的时候呢，你就是在宣告了哈，在宣告 vector 的时候，你必须要使用这种角括号的这种符号，那这个打字起来会比较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 type def 去创造一个比较容易打字，而且比较容易理解的 data type。那一样，我们就是可以用我们新建立的 data type 的别名来宣告变数。这个我们在下一章会用到这个用法。好，那下面呢是第三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 function pointer，那这个是比较进阶的用法。哎，那如果我是建议，除非你 pointer 非常熟啦，那如果你看不懂，就是可以跳过，没有关系啊。我们考试不会考这个 function pointer。好，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 Google 社区啊，你可以搜寻 function pointer，你可以找到一些简介啊，介绍就是说。这个 function pointer 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 pointer 的介绍。
那接下来呢，要介绍那个Dynamic Array 哦，就是用 new 这个 operator 去建立的一个 array。那我们之前在使用 array 的时候有一个限制，就是说你在宣告 array 的时候，你一定要指定它的 size。举例来说啊，比方说我们要宣告 array 嘛，你一定要指定 array 的 size， 你不能是给空的。像我这边宣告一个 array， 我让它的长度是 10， 那但是如果你让它是空的，这样是不行，因为这个是就是 C 加加的语法，它在宣告的时候，它限制说你一定要知道 array 的 size。那但是如果你有给初始值的话，也就是等同于有给 size 啊。比方说，我给一个初始值，给四个元素，那这个时候这个 array 的 size 就是4。虽然说我没有写，但是其实我虽然说我没有直接写4，但是其实等号的右边已经指定了这个 array 的 size 就是4。那但是指定 size 这个做法有时候会遇到问题，因为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的 array 的大小一开始要设多大，所以这个做法就是我们一般的 array， 你在宣告的时候，其实你在使用上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方便。就比方说我想要用 array 来记录学生的成绩，那这个学生可能会加选嘛，所以我不知道学生到底有几个人，所以真正的 size 其实是会变动的，那这个时候就不适合用这个 static 的 array。 所以如果我们要使用 static 的 array 的话，我们常用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会去估计最多有几个学生，就是最大的 size 是多少。比方说我这门课最多就是150个学生，所以呢我这边宣告的时候就是让我这个 array 的 size 就是150。那 就等于说我设一个上限啊， 我已经知道了那个 array size 的一个上限，那我在宣告的时候我就是 用上限来宣告这个 array。 但是这样做的话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原因是因为这样子会浪费记忆体嘛。就比方说我宣告了上限，比方说我宣告了，我假设学生有200个人，可是实际上来选课的学生只有100个人，那等于说我浪费了一半的记忆体空间嘛，因为有一半的记忆体空间都不会储存到任何值。所以我们一般在使用的这个 static array 呢，它的缺点就是说你在宣告的时候一定要去指定它的 size， 而且这个 size 是没办法去更动的。那这个做法呢会造成说你一定要去给定一个最大的 size 的估计，那这种做法会造成记忆体的浪费。那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去使用这个 dynamic array， 就是去动态的配置记忆体空间，那它可以调整它的记忆体的大小，它可以增加或者是缩小。那下面这个投影片就是介绍如何去建立跟删除这个 dynamic array。那这个其实我们前面也教过了，就是说，假设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动态的 array， 那我们是透过 new 这个关键字，那后面就是看说你想要建立什么样的 data type 的 array。 那假设我想要建立的是 integer， 那这个时候呢 data type 的后面就是你要接一个方括号，代表说你要 现在要建立的是 array， 就是代表说你现在想要配置的记忆体位置是很多元素。那这个方括号里面呢会接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这个 array 的 size。 那我现在让 array 的 size 是10，那这样子我就我就
所以这一行就是这一行就是等同于宣告了一个 array， 那这个 array 里面有十个元素。那之后呢，我们可以用 for 回圈来存取这个 dynamic array 的元素、哦、那这个使用方法是跟存取一般的 array 的用法是一模一样的。那当我们、哦、当我们要把这个使用完这个 array 之后，我们要把那个记忆体还回去、哦、因为如果你没有还回去的话，你的程式会一直消耗掉记忆体，然后最后那个作业系统的记忆体就会被你耗光了、哦、所以最后假设我们已经用完 dynamic array 的话，我们要把它还回去、哦、那还回去的话是用 delete 然后后面接一个方括号，方括号中间是空的，然后后面再接这个 pointer。 这个语法跟我们之前在delete 就是这个跟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我们之前只有 new 一个 integer， 就是这个不是阵列，之前是只有 new 出一个 integer 的时候，如果你要还回去，它是直接 delete 掉这个 pointer， 它不用加那个方括号。所以这个是对于只有你去配置一个整数的时候，你不需要加方括号。但是像我们现在这个例子，我们是去 new 出一个 array、哦、所以这个地方当你要 delete 的时候，你这边要加一个空的方括号，就是告诉 compiler 说这个地方我要 delete 的是一个 array 而不是一个元素而已、哦、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加方括号， compiler 会认为说、哦、你好像是只要 delete 一个 integer 而已、哦、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语义不是这样、哦、我们的语义是想要去把整个 array的空间都还回去，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加一个方括号。那这边这个投影片有写啦，就是说如果你忽略掉方括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把整个 array 的空间都还回去的，你可能就是只有把一个 integer 的空间还回去而已。那关于这个 dynamic array 呢，就是建议一般就是建议不使用，一般就是建议不要去用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去使用 dynamic array， 所谓不建议啊，不建议就是不建议我们自己手动去 new 跟 delete， 因为如果你自己手动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忘记去 delete， 你忘记。很容易你忘记去把这个记忆体还回去，那如果你忘记做这件事情，就会让你的记忆体就会让你的程式一直去吃掉记忆体。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建议自己手动去new 跟 delete， 我们会建议使用这个现有的 library， 就是比方说我们下一章要介绍的那个 vector， 那个 vector 它是library 里面已经写好的一个 data type、哦、那它可以自动帮你 new， 自动帮你 delete， 而且它是经过非常严密的测试、哦、所以如果要使用 dynamic array 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用现有的 library， 而不要自己手动去 new 跟 delete。 那但是也有某一些特殊的场合会需要自己手动去 new 跟 delete， 就是比方说你对记忆体的使用是斤斤计较的时候、哦、比方说你现在要在一个嵌入式系统上面、哦、那它的记忆体非常有限，那你想要非常精准的控制你的记忆体的使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自己去配置记忆体跟自己把这个记忆体还回去。好，那以上就是这个 dynamic array 的使用。就是通常一般我们在使用 array， 我们会就是如果你希望你的 array 使用比较有弹性的话，我们会建议你用 dynamic array。那你要用
Dynamic Array 的话，就是可以用我们下一章要介绍的 Vector， 那就是不建议你去自己使用 New 跟 Delete。那我们这一章就是已经介绍完 Pointer 跟刚才的那个Dynamic Array、哦、那第三个部分是这个 Class、哦、这个 Class 就是我们User Defined 的 Data Type、哦、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Data Type、哦、那这个要等到我们介绍完那个如何去定义 Data Type 之后再回来看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部分会先跳过、哦、那等我们之后交到Class 之后再回来看这个第三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已经教完那个已经介绍过 pointer 了，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 vector、哦、那 vector 其实它就是一个动态的 array， 它是这个在 library 里面去实做好的这个一个 dynamic 的 array， 那它使用的方法会比 array 就是我们内建的 array 更加有弹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rray 的部分我先看一下那个课本的目录哦。因为我的编排方式跟课本的有点不太一样哦。课本没有特别把 vector 独立出来成一章哦，因为 vector 是在 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 哦，就是 STL 这一章。那因为 vector 比较常用，所以我就把它拉到 pointer 的后面。那这一章的话就是介绍这个 vector 的使用、啊、vector 就是向量，那其实就是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 array、啊、那它是我们之前讲过嘛， array 的缺点就是说它的 size 是固定的，你宣告的时候一定要指定它的 size， 那这样子会造成记忆体空间的浪费，那于是我们就会想要使用 dynamic array，然后 vector 其实就是一个 dynamic array， 你可以去控制它的要长大或者是缩小，那这个是在 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 就是这个是一个 C++ 的标准的函数库叫 STLL， 那它是使用 template class， 这是一个语法，这是一个 C++ 的比较进阶的语法，那因为时间因素我们课程没办法教到这个地方，那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 template class， 然后这个是课本有一章有介绍这个语法，那其实你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其实有点复杂。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下课时间了，所以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就是十分钟以后再继续上课。那等一下上课的时候，我们会进行 RubyO 的测验，所以十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准备开始进行 RubyO 的测验。
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准备要进行 Rubio 的小考测验。那请你先看你用网页连上那个 Rubio 的网站，或者是你用手机的 App 连都可以。好，那接下来我要打开第一题。我已经开放作答了。然后预计是3分钟以后结束这一题的作答。剩下20秒。好，那我要准备关闭这一题的作答了。如果你没还没有选的，就是赶快选一个答案。好，那我再开放第二题。
剩下最后的30秒。好，那我准备要关闭这一题的作答了。好，那我已经开放第三题的作答。剩下最后的30秒。我准备要关闭这题的作答了。那如果你还没有选，就是赶快选一个答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三个题目的答案。第一题的那个正确答案是第三个，哦，那有一半的同学答对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他是说，他宣告了一个 array arr，然后第一个元素的记忆体位置是1234，
那第一个元素的基体位置其实就是这个 and、哦、就是这个 and AR 方括号0、哦、那它假设它是134，然后它去这个基体位置去加2、哦、那加出来之后把它 assign 给 PTR 这个 pointer。那它这个题目问的是说 PTR 所储存的值，那因为 PTR 是一个 pointer 嘛， pointer 它所储存的值就是基体位置、哦、所以这个题目问的是基体位置是多少。就是，那我们要去算这个 PTR 所储存的基体位置哦。那这个地方，哎，它是这个地方有用到一个加法哦。那我们要先判断一下说，说这个加法到底是一般的加法还是 pointer 的加法？那这个地方其实是 pointer 的加法，因为你基体位置哦，C 加加就是它把基体位置。抽象化成一个 data type，哦，所以基体位置都是 pointer，哦，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加法是 pointer 的加法。那 pointer 的加法，我们今天一开始有教啊，哦，pointer 的加法加2的意思就是加两个元素的大小。哦，那现在这个元素是 integer，你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 integer，所以加两个元素的意思就是说加两个 integer 的大小，所以。这一题正确答案是1234加上2乘以 size of int 哦，因为这个地方是 pointer 加法，那它加2的意思就是加上两个元素的大小。那我们现在每一个元素是 integer，所以就是加上2乘以 size of int。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下一题正确答案是。第二个哦，那哦，大部分同学都答对了。这就是考那个基本的那个 pointer 的运算而已啊。那它是宣告两个变数 v1、v2 都是 integer，然后它下面宣告两个 pointer，它让 ptr1 去指向 v1 这个 integer，然后让 ptr2 指向 v2 这个 integer。那他去问说这个。star ptr1 的值是多少？那他问的这个东西是这个是 dereference 嘛？哦，他对 ptr1 做 dereference 哦，所以其实他问的是就是 v1 的值是多少啊？哦，所以这题其实他是问说 v1 的值是多少？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1，它在最后一行，它是 v1 加上新 ptr2 哦，所以我们还要去算这个新 ptr2。那新 ptr2 的值就是 v2 嘛，所以我们要去看 v2 的值是多少啊？v2 的值一开始是7，然后7减5就是2，然后它再把2 assign 给 v2，所以 v2 的值就是2，v2 的值就是7减5就是2，所以这个地方新 ptr2 的值就是2。那2再加上 v1 的值是3嘛，所以2加3就是5，它再把5 assign 给 v1，所以 v1 的值是5。哦，也就是说，新 PTR1 的值就是5，所以这题正确答案是2。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题，第三题正确答案是2。这是一个 syntax error。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TR1 是一个 pointer 嘛，它是一个 int 星。然后 PTR2 也是一个 pointer，哦，PTR 这边嘛，这边有宣告哦，PTR2 也是一个 pointer，它也是 int 星。那可是下面这个等号，这个 assignment 到底是什么 assignment 哦？这个要研究一下。它等号右边是一个 dereference 嘛，它是新 PTR1，所以它 dereference，所以等号右边是一个 integer，然后等号左边。啊，等号左边是 pointer 嘛，所以等号左边是 int 星，所以也就是说，等号左边跟等号右边的 data type 是不一样的。哦，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做 assignment 了，所以这是一个 syntax error，就是你编译的时候，编译器就会直接产生一个错误讯息啊，所以这题正确答案是 syntax error。那如果你对这些题目有一些还不是很清楚，就是表示说你对 pointer 的观念还不是
还不是很清楚、哦、那就是建议你回去再看一下那个上课的录影或者是、投影片，然后你自己可以做一些练习啊，就是就是类似小考，就是类似小考这样子、哦、你去用一些简单的程式码，然后去练习把那些 pointer 的位置啊，或者是 pointer 的储存的值印出来看、哦、那你就可以了解它 pointer 是怎么去运作的。好，那这个如果题目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再回到，就是上课的投影片。刚才我们教到那个 vector 啊，就是这个新的一章。那 vector 其实它就是一个动态的 array 哦，它在 STL 里面哦 ，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 里面，它是这里面定义的一个 data type。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用法。就是这个它使用方式其实就是类似 array 啊，比方说我现在想要宣告一个vector 哦，那它的用法是这边你先打 vector， 然后它后面会加一个角括号。哦，这个用法很特别，我们之前好像没有看过哦。那它这个角括号里面加的就是每一个元素的 data type， 比方说我希望每一个元素是 integer 的话，哦，那这边就是角括号里面就是放 int。那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想象成一个 array，integer array， 这个东西就是等类似你在宣告一个 integer array， 那后面就是接这个 array 的名字，那只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就不会叫 array， 我们会把它叫 vector。那初始化的方法跟 array 非常像哦，就是等号的右边你用一个大括号去给定初始值哦。那所以像这样子的话，这个 my vector 呢，它里面就会有三个元素。然后我这边有一个注解啊，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就是语法啦，就是它在2011年，就是它要支援 C++11 这个 spec 的 compiler 才能够去执行这一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哦。第二种方法它是先宣告一个vector。那但是他没有给初始值、哦、他没有给初始值，然后之后呢他再利用三个 pushback 去把三个元素放进去。那这一行的结果其实就是等同于方法一，方法一是直接在宣告的时候指定有三个元素、哦、但是方法二不一样，方法二是他一开始让他的 vector 是空的，然后后来呢再用三个方，这是三个方寻，这是第一个function call， 第二个function call， 第三个function call。第一个function call 它把5放进去 vector 里面，然后第二个function call 它把6放进去 vector 里面，然后第三个function call 它把7放进去 vector 里面。所以经过这三个function call 之后呢 ，my vector 里面就会有三个元素5、6、7。所以方法二它的结果是等同于方法一。哦、那方法二其实使用上就非常有弹性，因为你一开始不需要去指定 my vector 的大小，所以它可以随着你的pushback 的元素的多寡自动去动态调整它的机体大小，所以方法二在使用上是非常有弹性的、哦、因为一开始你在宣告的时候不需要去指定 vector 的 size。那像我们一般我们在宣告 array 就没办法这样用、哦、你在宣告 array 你一定要在宣告的时候就指定 array 的 size。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方法三。方法三呢是将 array 跟 vector 搭配一起使用、哦、它假设说我宣告了一个 array、哦、然后里面有三个元素，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元素把这个 array 呢当成 vector 的初始值。那它的你要这样做，它的语法就是你在 my vector 后面加一个原括号。哦，那原括号里面它有两个输入、哦、那就是这有点类似 pointer 啊、哦，就是 array 的名字是 pointer 嘛 ，pointer to 它的第一个元素。
然后 array 加3其实就是 pointer 的加法、哦、那 它的意思就是 pointer to、index 是3的那个元素、哦、那其实这边简单来说就是它把 array 里面的三个元素复制给 myVector 当初始值、哦、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语法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啊、就是它看起来不太像一个 function 嘛，因为 myVector 是一个变数嘛，那为什么买一个变数后面会直接加一个挂号？这个东西其实叫做 constructor， 就是建构词。我们下面也会有一张特别介绍 constructor、哦、所以这个其实constructor 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 function、哦、那等一下我们在接下来的 chapter 里面会介绍 constructor， 那现在我们已经提前先用到了，那你先知道这个东西是 constructor 就好了。所以这个东西原括号里面的两个输入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pointer， 好，那它这个写法就是它会把三个元素 copy 到 myVector 里面，那你这边也可以加其他的，你可以加1加2都可以，但是你加4就不行了，因为你 array 里面没有那么多元素。好，所以这个是方法3。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方法4、哦、方法4是我们可以把一个 vector copy 给另外一个 vector 当初始值、哦、比方说我这边可以宣告一个 her vector，就是我想要宣告一个新的 vector、哦、叫 her vector。 然后呢也是一样，你要给定，这边就是类似给定两个 pointer、啊、你要给定两个 pointer、哦、那 pointer 就是指定说我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 copy、哦、所以这个地方我要从 begin 开始 copy， 这个地方它呼叫，它用 myVector 呼叫 begin， 它其实就是会传回类似、啊、它会传回一个pointer， 然后去指向 myVector 的第一个元素。然后 end 呢就是去也是传回一个 pointer， 然后去指向你要 copy 的元素的下一个，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类似它的输入就是类似 pointer 啦，只是说它正确的来讲它不是 pointer， 它是正确的名称叫 iterator、啊、这个 begin 会传为 iterator、啊、然后 end 也是传为 iterator， 然后 begin 的话就是传回我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 copy、啊、然后 end 就是要传回、欸、它不是传回，它是传回我要copy 的最后一个元素的下一个元素。那你可能会很好奇说，欸，为什么它不是指向最后一个元素？因为它要就是数学上漂亮啊，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你是刚好是最后一个元素 的时候你要写加2，那加2跟你要 copy 的 size 就差1，所以就感觉没有那么漂亮，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是为了让这个地方加3就是 copy 3个元素，就是比较符合我们一般的想法，所以它这个地方这个 pointer 其实是指向我们要 copy 元素的下一个位置。那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直接写，就是用写 myVector 点 begin 加3，这一样的意思啊，就假设你要 copy 三个元素你也可以这样子写。那 这些呢其实你都可以练习啊，你都可以都是你都可以练习它的，都可以把它印出来看、哦、看说这个你这样宣告，然后它里面的值是多少。那我现在把那个 myVector 里面的元素印出来，那我们要存取 myVector 的元素就跟我们一般在使用 array 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 myVector 的 size 其实 它可以自动帮你决定、哦、你只要呼叫 size 它这个 function。 所以我现在它这边就把
my vector 的元素印出来，就是567。那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你可以宣告一个 her vector。我示范一下，我们用 type def 好了，因为这打字很麻烦，我示范一下用 type def。我们把这个做一个别名，因为这个打字很，我们创造一个 data type 的别名。那通常我们在创造 data type 的时候，我们会习惯让首字大写，因为首字大写就代表说它是一个 data type， 这是我们一个习惯。好，那我们用这个来新建立的 data type 的别名来宣告一个 my vector， 好，宣告另外一个 vector。 那我们这时候可以给它，我们想要让这个 my vector 当成 her vector 的初始值。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的做法呢，就是这边你去给定这个 iterator， 就是看你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 copy。 那假设我想要 copy 整个，那你就是用这样的语法。那我下面的话，我把那个 her vector 印出来， her vector 印出来。那这个 her vector 印出来就是567啊，因为我是把整个 my vector copy 过去。那一样啊，但你也可以有其他的写法啊，比方说我这边用 begin， 然后用 point， 类似用 pointer 的加法，我 copy 前两个元素就好了啊，我这边 copy 前两个元素。好，那所以这边若他这边在印的时候，他只有印出前两个元素啊，因为他只有印出两个元素啊，因为我 her vector 我只有 copy my vector 的前两个而已。那甚至其实还有其他写法，还有其他用法，你可以试试看比方说这边，你可以从第二个开始，你不一定要从第一个开始。比方说我从第二个开始，我可以 copy 67。如果你要 copy 67的话，你就是用这种写法哦。就这边改加3。如果我要 copy 67，我刚才是 copy 前两个嘛，那我也可以 copy 后两个。如果我要 copy 后两个的话，这边你就是要去改这边加的位置，因为这是决定说你要从哪里开始 copy。 好，那我这样改的话，这个 her vector 的初始值就变成了67。那你也可以试试看哦，如果超出范围，我看它会怎样。就是现在超出范围了，它超出范围，它自动给零。不过这个好像这个要去查说它到底有没有规定，因为有时候超出范围是 undefined， 但有时候会有规定，所以这个要去查那个，它 C 加加对于你使用 vector 超出 index 它的规定。那我们这边假设说输入都是正常的啊，输入正常用的话，就是你这个要在合理的范围。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方法。第五个方法是另外一种初始化的方法，就是比方说有时候我们想要把 vector 里面都初始化成同一个元素，比方说我想要初始化五个，里面有五个一，那我就可以用这个语法来初始化 her vector。 那也是一样，我们这边可以改一下这边的宣告方法。那我这边宣告一个 her vector， 那我刚才是用五，就是我希望这个 her vector 里面有五个一嘛。那我这边那我把它印出来看，它的确里面是有五个一。那你可以改啊，比方说我要五个100，这边就印出五个100，那你要更多，你更多个100，你就把这边改掉。所以这个你会发现这个很方便你不用写回圈你要宣告一个 vector 里面有五个100，你不用写回圈如果你是 array 的话，你一定要写回圈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可是你看，你用
vector， 你只用一行就完成这件事情。看一下，看一下，加三是第三个。哦，这边有同学问说，这个地方上面这个地方。有同学问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加三第三个，因为你会觉得三好像超出范围了嘛、哦、但是它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它的意思是记忆体的位置而已啊，它要 copy 的是这个是初始，这个地方是初始的你要 copy 的那个位置的起点啊，起点的记忆体位置，那这个地方并不是终点的记忆体位置哦，这个地方是终点的下一个记忆体位置。我用一个例子来，好，那我们看这个投影片好了，就是我现在宣告了一个 vector 啊，假设它里面有五个元素，好像是52520，这个 begin 啊，你呼叫 begin 的时候，它是指向第一个元素，那你呼叫 end 的时候，它不是指向最后一个，它是指向最后一个的下一个，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设计、哦、为什么他不要让这个 end 指向最后一个？原因是他希望这个 end 跟 begin 相减刚好会是 vector 的 size， 你去看他这样设计的话， end 刚好 end 兼 begin 刚好就会是5， 他故意设计要这样，就是他希望 end 这个 pointer 兼 begin 这个 pointer， 就是 end 啦， end 会传回一个 pointerBegin 也会传回一个 pointer、哦、这两个 pointer 相减刚好是 size、哦、他希望这样子，所以他这个 end 不是指向最后一个元素、哦、这个 end 是指向最后一个元素的下一个，那 但是他 copy 的时候他并没有 copy到元素外的位置，他没有、啊、他 copy 的是这五个而已、哦、所以这个还是在合理的范围。对，那你可以画一个图啦，你可以就类似这边投影片、哦、你就画一个图去看说这个 begin、哦、跟 end 到底指向哪里。哦、所以像刚才那个地方 begin 加0是指向5、哦、begin 加1是指向2、哦、那 begin 加这个、以这个例子、啊、以这个例子 begin 加5它就指向其实就是 end， 以这个例子而言你 begin 加5其实就是跟 end 指到的位置是一样的。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例子啊，对、哦、这个例子就是、嗯、就是展示说使用 vector 其实是很方便的，你可以创造一个 vector、哦、里面有你要看几个元素都可以啊，那1000个也可以啊、哦、然后而且你可以甚至你可以指定它每一个元素的值是多少，那你只要一行就可以完成的，你不用去写什么 for 回圈、啊、你如果是用 array 的话一定要写 for 回圈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这个可以节省我们程式开发的时间，所以 我们会建议说你、如果你要处理很多数字的话你可以用 vector。那下面这一页是去比较 array 跟 vector、哦、那左边是 array、哦、然后右边是 vector、哦、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左边这个是宣告一个 array， 然后里面有五个元素都是一、哦、那我们可以用这一行就是用、对应的 vector 的写法、哦、那我们如果要宣告一个 array 里面有五个一，你也可以用方法二，就是你如果要宣告
一个 array， 然后里面有五个一的话，你有很多种写法，这是 array 有方法一， array 方法二，那你 vector 有方法一跟 vector 方法二。那以这个一个以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就是你可以选说你觉得哪一种版本你最喜欢。那如果是我来选，我应该是选这个嘛，选 vector method one， 因为这个写法就是，比较短啊，你不用写 for 回圈，然后而且它使用弹性比较大，你可以这边任意指定你要，初始化的值。那但是这边会比较不方便，你要用 copy 的，你要去连续打五个一，这比较不方便。所以这边你从这个例子看起来，你就知道说 vector 的使用是比较方便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这个也是在比较啦，比较 array 跟比较 array 跟比较 vector。那假设左边是说想我们想要把所有的元素都初始化成零。那如果是 array 的话，你可以用这样做，你可以就是假设你要五个元素都是零，你可以用这种写法，那你也可以用第二种写法，就是你大括号里面可以只写一个零，或是不写都可以，因为 C 加加它会自动，就是假设你有初始化的话，它会自你的元素如果不够的话，它自动会去把不够的元素都当成零，这个是 C 加加的规定。所以这样子写跟这样子写意思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我们用 vector 来写，我们可以用这个，就是刚才介绍的，你可以让这个 vector 的初始值是里面是有五个零。那右边这边呢，它是想要把 array 里面初始化成里面有五个一，那这是最直接了当的写法，就是直接大括号里面写五个一。那这个方法二，它是大括号里面只写一个一，那这个写法就是有问题了，这个写法是 syntax 没有问题啊，可以这个编译可以过，但是它的 semantic 就是语义跟这边要求的是不一样的，这边要求是全部都是一，但是这个地方它只有第一个元素是一，那接下来的四个元素都是零，所以这个地方的初始化它会是10000。那所以这个地方这个 array method 二，这个就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语义啊。那我们也是可以用 vector 来做到一样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把第二个这个地方的 input 从零改成一，那这个 vector 里面就会有五个元素，然后每一个元素都是一。所以这个它这个问题，它是问说是 semantically illegal 啊，就是语义上的不合法，是这个啊，这个因为我们这边要求的是要初始化全部都是一，但是这个地方 array method 二它是只有第一个元素是一，接下来四个元素都是零。对，这个也是一样，你可以把这个印出来看啊，用写一个 for 回圈，然后把这个 array 的元素印出来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vector 的 assignment。那这个刚才介绍过了，这是初始化的时候，初始化的时候你可以透过等号去做 initialization， 然后你初始化的时候也可以把一个 vector assign 给另外一个 vector 当初始值。然后你也可以一开始让你的 vector 是空的，然后接下来在第二行用 assignment 去把 my vector assign 给 her vector， 这个也可以。但是其实这些事情，如果你是 array 就不行，像你这边如果你的 her vector 是 array 的话，你就不能这样用了，你不能把一个 array 直接 assign 给另外一个 array。所以方法一跟方法二在 array 都不适用，但是方法一跟方法二，针对 vector 是可以，那这种用法其实是比较合乎我们的直觉的嘛，因为我们
很直觉，就是这 assignment 你相同 data type 当然可以做 assignment， 为什么我同一样都是 array 但是不能做 assignment， 这不是有点奇怪吗？所以使用这个 vector 其实是比较合乎我们的直觉的一个用法。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你多用这个 vector。好，那接下来看第三个用法。第三个用法就有点类似我们刚才前面介绍那个 initialization 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原挂号后面，然后里面要有两个输入，有两个 pointer 的那个用法。啊，这个也就是说它是呼叫 assign 这个 function， 然后这里面要指定两个 pointer。这严格来说是指定两个 iterator 啊，但是我为了跟前面的课程呼应哦，所以我这边都讲成是 pointer 哈。但是如果你要非常严格的去正确的讲的话，这个应该是传回的是 iterator 啊，不是 pointer。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概念是一样的啦，它的 iterator 跟 pointer 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指标的概念。哦，这个 begin 是指向你要 copy 的元素的那个位置哦，那这个 end 是指向你要 copy 的最后一个元素的下一个元素的位置，然后也是然后下面这边一样哦，你可以你可以呼叫这个点 assign，然后去 assign 五个一给这个 vector her vector 哦，那也是建议大家啊，你可以做一些这些练习啊，比方说你看完这个投影片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做练习了哦。比方说，我想要 assign 你可以做练习啊。比方说，我想要把 my vector assign 给 her vector，那你就想一下你可以怎么做哦？你可以用 begin。end，你可以用 begin 跟 end 来做达成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把整个 my vector assign 给 her vector 啊，就是五六七八九，哦，那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不用 end，你可不可以做到？哦，你用 begin 可不可以？哦，你用 begin，那这边就写加五。那也是一样的结果。那其实还有其他写法，那你不要加五，我加上它的 size，那也可以，因为五就是它的 size 嘛，所以你呼叫加上它的 size 也是可以。哦，然后你也可以试一下，就是说，我假设我只要后面三个，那我这边要怎么写？哦，假设我只要后面三个，这边要写。应该是从加二开始嘛，因为七的 index 是二，好，然后这边是后面就不变了，因为它是这边是哦，或者你也可以是直接写加五了，哦，假设我要后面这三个的话，那我这边就写加五，就是这边的二加三嘛，二这边后面这边加的数值就是前面这个数值加上，看你要 copy 几个元素。哦，比方说我要 copy 三个元素，哦，这边就是二加三，然后我如果要 copy 两个元素，这边就是二加二，所以这边我只 copy 的后面三个，那这边印出来就是七八九。那或者是说你可以练习一下，刚才讲的就是你要 assign 成，比方说我要五个一。我说我是五个负一也可以啊，这边就产生五个负一。所以这个用法其实跟我们前面在介绍那个 initialization 就是大同小异啊。那接下来要存取，介绍如何去存取 vector 的元素。那这个刚才我们介绍过了啊，这个存取 array 的元素，我们可以用方括号 i，这个跟我们一般在
存取 array 的元素一模一样。但是 vector 提供了另外一个用法，就是点 at， 点 at 括号 i， 这个 at 就是一个 function， 所以它后面是接原括号，因为我们在做那个 function call 的时候， function 是原后面是原括号嘛，那这个括号里面是 index， 所以这两个写法都可以存取到 index 是 i 的元素，但是它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介绍。然后还有一些特别的function，比方说 front 可以拿到第一个元素，然后 back 可以拿到最后一个元素。那也是一样的，这些你都可以用开一个 IDE，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10分钟以后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边。
大家好，那我们回到刚才上课的内容。刚才我们是介绍说要存取 vector 的元素，可以用方挂号，也可以用 at。哦，那你也可以呼叫 function，就是这个 front 跟 back 啊，那它可以分别存取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元素。这个也是一样，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在 IDE 这边，练习啊，比方说，我要存取的是第一个元素，我要存取第一个元素。那你可以用 at 吗？你可以用 at 哦，at 零，或者是你可以用 front 哦，它也可以，它会传回哦，会传回第一个元素。那这三个印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嘛？这三个印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做一些练习。那这个 at 跟方括号用法其实有一个地方会不一样哦，就是这个 at 它可以侦测你的 index 是不是超出合理的范围。哦，举例来说哦，比方说你这个例子，你这边如果写五的话，应该就会造成 runtime error 嘛，因为我的 array size 是五哦，那但是你 index 写五，其实你是在存取第六个元素，那我们编译一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它没有报错哦，它印出来是零，但这个其实不代表你的程式没有问题，所以其实到这边其实已经有错误产生了，但是它没有报错。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你是用 at。你用 at 这边写五，它会直接报错，它会直接产生一个 runtime error，它会直接终结掉你的程式，然后抛出一个 exception 哦，就是这个 out of range 啊，就是你这个 index 五啊，它是 out of range，它超出合理范围了。正常来说，你的五应照正常来说，它 index 应该是介于零到四之间哦，因为我的 vector 只有五个元素嘛，那所以使用 at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帮你检查，它可以帮你检查你的 index 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如果不是，它会直接终结掉你的程式。不过这个是在你。也是 runtime 的时候才会知道啦。好，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如果你用上面一个的话，你可能会不知道你的程式有 runtime error，就是你自己第一次测可能没有问题，那可是换到别的程式，换成别的输入，或者换到别台电脑，那你这样子写就会产生 runtime error 了。哦，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用 vector，哦，你要存取元素。你可以考虑用点 at 哦，因为 at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帮你检查这个 index 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哦，那接下来就是介绍说你如何去，我们如何去存取，我们如何去，用 iteration 哦，去存取vector 里面的元素。那这个跟使用 array 那是一样的，就是用一个 for 回圈，然后 index 啊是一样。那只是这个地方它用 size t 啊，就是 data type 啊，我们之前都是用 integer 哦，但是它换成 size t，那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啊，只是说 size t 它可以更明确的表明说这个是专门就是
for index 来使用的。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之前array 常使用的方法。然后第二种方法就是 range based 的，这个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了。哦，那就是时间因素，看一下。不过这个语法就是你要 C++11 以后才有支援，所以比较旧的 compiler 就是没有支援这个 range based 的这个语法。那它这个语法的好处就是它不用透过 index， 它可以直接拿到 vector 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所以它这个用法是，你先写，假设这个 my vector 就是上面这边已经宣告的 my vector。然后这边 ELEM 就是这个 MyVector 里面的元素。好，那你可以注意 它没有透过 index， 它直接拿到的就是元素。所以这个地方的 ELEM 就是等同于这边的 MyVEC 方括号 I。 那你这个名字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啦，好，你这边可以换成你喜欢的名字。然后这边 Auto 就是前面讲过了，它让 compiler 自己去决定 data type， 因为这边你是 my vector 的 data type 已经确定了，就是里面的元素都是 integer， 所以 compiler 可以自动知道说，可以 compiler 可以从这个语法自动知道说这个 element 一定是 integer， 所以他这边用 auto。 那这个 auto 很方便，就是你这个 my vector 你如果换成其他的 vector， 比方说 vector double 啊 ，vector string， 你这个地方程式码不用改，因为你这个 auto 不用改，所以它这个语法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可以减少你去修改程式码的几率啊，因为你买 vector 你可以装 integer、double 跟 string 或者是其他的 data type， 那这个地方你如果不写死的话是有一些好处的。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地方啊，就是说这里到底要不要加 end， 加 end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那种 call by reference 啊，就是说如果你又要修改到 element 的话你要加 end， 如果你想要修改 element 的值你要加 end，如果你不修改 element 的值这边就不用加 end。 那这个只是给大家参考用啦，你完全不用也没有关系，你就是完全用上面这个 就可以了，用 method 1写程式就可以了。那 method 2的话就是你看你方便啊，有时候如果你觉得这样方便你也可以用这个。好，那接下来是第三种方法，第三种方法是透过那个 iterator， 就是类似 pointer 的那种写法，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了，我可以宣告一个 pointer， 就是这个 begin 嘛，这个 begin 这个 function 它会传回一个 iterator， 那我每一次都把这个 iterator 加一，这就是类似 pointer 的加法，它就是移到下一个元素的位置，然后一直到这个 it 没有碰到最后一个的下一个，然后我们也是透过 star 去做 dereference， 去对这个 iterator 做 dereference， 这就是等同于这边的my VEC 方括号 I， 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这边的第三种方法来存取 vector 的元素。只不过你在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第一个比较方便比较直觉嘛，因为这个用法就是很直接嘛，没有什么你要额外多打字的地方，像这个地方方法三你要打很多字，你要写这个 begin， 还要写这个 end， 就是你打字还要打比较多字。然后方法二也可以考虑啦，只是说有时候如果你不熟的话你会好像乍看之下会看不太懂。那接下来呢，这个投影片是让大家看一下说，这个程式码你觉得有没有问题。这个是我从之前同学的作业
发现的常常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他会发生这个错误啊，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错误。那请大家看一下，你有没有办法看出这个投影片里面的程式码其实是有错误的？你乍看之下会觉得好像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去执行的时候，你去执行好像也没问题嘛，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程式码是不是就 OK 了？其实不是啊，就是很多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在我的电脑跑没有问题，那我的程式应该就没错了。其实不是，你的程式在你的电脑跑没有问题，并不代表你的程式就是正确的。它可能只是有 bug，但是没有被，它要在某一种输入的时候才会发现哦，那只是你刚好没有发现而已。这个例子，如果你要发现这个错误呢，就是你把这个地方改成 at。这语法是一样的。哦，这时候你改成 at 的话，它就丢出了一个 exception，哦，就告诉你有错了。就是你在执行的时候，它这边。就直接报错了。刚才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是没有报错嘛，所以你可能会以为是正确的啊。就是以这个例子而言，我们刚才是 VEC2，哎，这是可以正常执行的，而且它正常结束了。所以你会以为好像这个程式码是对的，但是其实不是啊，这个程式码是有问题的，只是它要在特定的输入的时候，或是。某一种情况下，那个错误才会被发现。啊，那所以我现在把那个方括号换成 denate，啊，这个语义是一样的语义啊。但是 at 的好处就是它会检查你 index 的范围。像这个地方，VEC2 是空的，因为你没有做 assignment，你初始化没有给初始值，所以它是空的。它就跟 array 一样，它是空的，空的。也就是说，它的 length 是零啊，它的 size 啊，它的 size 是零，所以它的合理范围，它的 index 的合理范围是多少？没有啊，没，你不能用任何 index 啊，连零都不行啊。所以这个地方 VEC2，你这边 i 连写零都不行啊，因为这边是空的，里面连一个东西都没有。如果你写零，代表你要存取第一个元素嘛，但是它这边连一个元素都没有，所以这边就是。index i 超出合理范围啊，因为我的 VEC2 是空的，你根本就不能存取第一个元素，哦，所以用 at 它就直接报错了，哦，所以这个程式码的错误就在于说，这个 VEC2 没有初始值，你如果要改的话。你如果要修改成正确的啦，你如果要修改成正确的，就是你可以给它一个初始值嘛，比方说你可以给它，用这样子，你可以给它五个零哦，先给它五个零，这样子，这样就没问题了，这样就可以正确执行了。你可以先给它五个零，让它有五个，让它 size 是五，这样子。当然，这个例子以这个例子而言。你不需要写 for 回圈嘛？你直接在初始化的时候把 VEC1 assign 给 VEC2 就好了。但是我这个例子的目的是在展示说，你在做这种 array 的 vector 的存取的时候，你一样啊，也要去注意这个 index 的范围。啊，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在存取 vector 的时候，你一样要去注意这个 index 到底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哦，你一样要去注意你这个 vector 的 size 到底是多少。只是说使用 vector 有一个好处啦，就是你可以呼叫那个 at，然后 at 可以帮你检查你现在的index 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啦，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啊。就是我现在 vector 是空的嘛，那你它里面它没有配置任何记忆体空间呢，但是你要 assign 元素给它，好，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它会产生 runtime error。但是呢，问题是你这样写，可能你的电脑可以 run 得过，但是不代表它是没问题的。好，那假设你真的要这样做，真的要这样做，其实也可以哦。你可以一开始让它是空的，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vector 使用弹是很有弹性的，你可以用 pushback。就是如果你用 pushback 的话，它可以自动根据你输入的元素去调整 VEC2 的VEC2 的大小哦。如果你 pushback 进去是5个的话，那这个 VEC2 的 size 就会涨到5。哦，所以这个地方也我们可以用，也可以换成用 pushback 哦。所以像刚才这里，我们可以用，就是假设 VEC2 一开始是空的好了，那后回圈里面呢，我们可以用到 pushback。那我们要 push 的是 VEC1 的元素啊，你可以用 i 这没问题，这也可以啊。那你看它现在就可以正常执行，没有问题啊，它不会，这个就是合法的语法啊，不会有任何。不会有任何runtime error，你也可以用 at i 啊，这样比较保险啊。那他这边有比较说，就是用方括号 i 的时候，如果你的i 超出了合理的范围，那电脑是不会报错的。但是如果你是用 at 这个 function call 的话，你的 i 如果超出合理的 range，电脑会报错。它因为程式会丢出一个 exception，那你的程式就强迫被终止。对，所以像作业三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吧，作业三。你可以把作业三的那个方括号 i 都换成 at，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 runtime error，你自己再测应该可以测到。那这边要记住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让你的 VEC2 是空的，这是可以的。那只是说，如果你的 VEC2 是空的，你要增加元素，你不能透过这个方式，你不能透过 assignment 直接去 assign 某一个 index 元素的值是多少，不能透过这个，你一定要用 pushback。那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他要这样设计啊？这个其实他这样设计是有目的的啦，就是其实他也可以允许这样子的设计，就是直接让 VEC2 去动态涨到这个 size。他也可以这样设计，但是他不希望使用者这样用，所以他让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原因是，如果我们允许这种写法了，可以这样用的话，那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这个 i 是，比如说1万好了，比如说你不小心写错了，你把这个 i 写成10万，那就变成说我要自动配置10万个元素的integer 给这个 VEC2，我觉得所以这是非常恐怖。对，但是如果你用 pushback 就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你要 pushback，你一定是一个一个放进去的，你不可能，你就算要放10万个，你也需要一个for 回圈，你才能够放进去十万个哦。你不可能因为一个打字错误就突然让你 VEC2 的 size 变得很大，不会。哦，所以这边就是要记住的就是，如果你让你的 VEC2 一开始是空的话，你想要增加元素哦，你一定要透过这个 pushback 哦，你不能像上面这样子直接用方括号做 assign。
那他后面是介绍一些跟 vector 有关的一些运算啊，比方说 pushback 就是放增加一个元素进去在 vector 的尾端，就是跟那个资料结构有关系嘛，就是你去学那个什么 stack 哦，它会有一个什么资料的尾端哦，那你 pushback 就是把一个元素放到vector 的尾端哦，那 popback 就是去移除掉最后一个元素，那 clear 就是清空 vector， 那 erase 的话你可以移除掉一个或多个元素 ，insert 的话你可以插入一个或多个元素哦，那下面有一些范例啊。就是比方说，我宣告了一个 vector， 然后它，里面是5689初始值啊，初始值是5689。那这时候我在 pushback 1跟 pushback 2，它就会把1放到56789的后面。哦，这是经过第一个 pushback 之后的结果。然后再经过第二个 pushback， 它会把2放在1的后面。哦，所以现在 my vector 的size 就是7，因为它里面有7个元素。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popback 把最后一个元素移除啊。那比方说，我现在呼叫 popback， 这个 popback 它没有输入啦，因为它就是它的行为就是固定去移除掉最后一个，所以它这边没有输入。那它就会把2拿掉啊。那 erase 的话就是，你可以把你的 my vector 的某一个区间的元素移除掉，比方说我想要移除掉前两个的话，你就是呼叫这个 erase， 然后也是传两个 iterator。啊，这个用法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initialization 跟 assignment 的用法都一样，就是你指定你要删除的起始点哦，跟你要删除的终点的下一个位置。那他这边是删除掉头两个嘛，就是，现在头两个是56嘛，所以他把56删除，就剩下7891，所以这边会剩下7891。那如果你要插入一个值，比方说我要把这个10加在第一个元素的前面，现在剩下4个元素7891，那我想要把10加在7的前面，我就可以用 insert。那第一个参数是去指定你要插入的那个位置吗？好，那你也可以插入多个元素哦。多个元素的话就是这边用下面这一行这个写法，那它是我要插入3个负一在最前面，所以你这边就是写3就是你要几个元素，那这是元素的值，所以我把3个负一加在最前面。他这边其实用到了 overloading 哦，因为这两个 insert 是一样的 function name， 但是它的参数列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就是用到了 function 的 overloading。那这个用法就是很好，因为这两个 function 做的是一样的事情，都是 insert， 只是一个是 insert 一个，另外一个是 insert 三个，但是他们做的任务是一样的，所以他用相同的 function name 是合理的。那这个就是 function overloading 一个很好的使用范例。那这个也是一样，你可以就是自己做一下练习啊，就比方说，我就用 VEC 玩好，这样打字比较快一点。那比方说，我要在，哦，我把那个 VEC 玩的字印出来哦。
哦，那像现在比方说我想要插入一些元素啊，比方说我要插入 insert 哦，那我想要加入一个元素负一，那我想要加在5的后面，那你可以想一下，假设我要加入一个元素在5的后面，那前面这边要写多少？这边你要写，所以你如果是要在5的后面，你应该要在就是 index 是1的位置嘛，好，所以这边应该要写 begin 加1。那这个时候5后面就会有一个负1，好，然后再来是6、7、8、9。那我们就把这个结果印出来看一下。啊，这个结果的确哈，这个负1是在5的后面。对啊，如果你这个程式的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那就表示说你这边可能有一些理解错误。对，那你我们也可以 insert 很多嘛，你也可以 insert 三个负一嘛，好，比方说我要想要 insert 三个负一，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在5的后面加三个负一，然后才是6、7、8、9。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是5的后面加了三个负一，然后后面接6、7、8、9。那 erase 就是你可以去删除掉某一些元素嘛。这我想要把第一个元素砍掉，那我这边就是输入第一个元素的位置。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5就会被拿掉，变成3个负一，然后6、7、8、9。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些练习，然后让你了解说这个 insert 还有这些 erase 这些 function 到底要怎么使用。那就是透过练习的话，你就会慢慢熟悉这些function 的使用。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跟 vector。就是 vector 是一个 dynamic array 嘛，哦，那它会跟那个记忆体的，它会用到那个记忆体的动态的配置。那我们这边要讲到两个名词，一个是 size， 我们前面介绍过了，就是你那个 vector 里面有几个元素，这个叫 size。那这边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名词叫 capacity， 就是容量。容量的意思是它配置的记忆体大小。比方说我有5个元素，我的容量至少就是要是5嘛，但是我可以多配一点，哦，所以这是 capacity 一定要大于等于 size。 那 capacity 可以比 size 大，比方说我虽然里面装5个元素，但是我 capacity 可以是8。那这边有提到两个 function 嘛， begin、哦、begin 就是一个 iterator、哦、它是指向vector 的第一个元素，然后end 也是一个 iterator， 它是指向不是最后一个元素，它指向是最后一个元素的下一个位置。那我下面用一个范例来解释一下这个 size 跟 capacity 的关系啊，我这边用一个这个例子来解释。我宣告了一个 vector， 它一开始是空的，它一开始是空的，然后我写了一个巢状的 for 回圈。那最外面的这个 for 回圈，它的 i 是从0，自有一个 index i， 然后从0开始，然后一直到小于，每次都会加 i， 然后到小于5。然后里面有一个 for 回圈。这个 for 回圈它做的事情就是它会做500次嘛，就是说它会做500次的 pushback、哦、所以中间这个 for 回圈其实它会增加500个元素，它会对VEC、哦、增加500个元素、哦、因为这个地方、这个 for 回圈执行了500次 pushback、哦、所以每执行一次中间的这个、每执行一次内层的 for 回圈VEC 就会增加500个元素。
那经过这个复回圈之后，我就把那个 VEC 的 size 跟 VEC 的 capacity 印出来。那第一次啊，这个你 I 是0，它会 做一次嘛，所以 I 是0，它会增加500个元素，然后我这时候把它印出来，所以它 size 是500，那 capacity 是512。这个512是是那个十座 vector 这个 library 它自己决定的啦。哦，这个不一定是五，实际上不一定是512啊，它只要比 size 大就好了。那以我们这个例子，它通常习惯是用2的倍数啦，它这边是2的9次方吧，然后它习惯用2的倍数。然后因为我们已经增加了500个元素嘛，所以它 size 就是500，那你 capacity 一定要比 size 来的大，所以它这个地方 capacity 是512。然后呢，再下一次，下一次I 是一，然后它又会再增加500个元素，所以这个地方第二次的时候，跑完第二次内层的复回圈，就变成了1000个元素。那这时候 capacity 它又增加了，因为你要容纳1000个元素，你这边 capacity 要大于1000嘛，它就把直接把512乘以2，然后在第三次，第三次变成1500嘛， size 变成1500。那1024是装不下1500，所以它要再 double， 所以变成2048。然后接下来1500再加500变成2000。那2000这个时候 capacity 不用调整，因为2048是可以装得下2000的。所以这个地方2048它就没有再调整了，它就维持一样。但是如果是你再增加200个变成增加500个变成2500。这时候2048装不下了，所以它会再 double 变成4096。那这个是那个vector 这个 library 它在配置记忆体它的配置的逻辑是这样子配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使用 pushback 的时候，这个 function 啊，它可以自动帮我们配置记忆体的大小，我们不用去担心要配置多少记忆体，我的 size 是多少，我这个记忆体的大小一定会大于等于 size。 那这个使用上是很方便的，因为你不用去做那些 new 跟 delete 的动作，那这样子可以减少一些 bug 的产生。比方说如果你忘记 delete， 你就会一直消耗记忆体，但是你用 pushback 它一定有经过非常完整的测试，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推荐就是用 vector 来自动去配置记忆体的大小。但是使用 vector 也有一些缺点啊，就是在某一些场合你记忆体使用是斤斤计较。比方说你记忆体很有限了，你不可能一次就增长两倍，你不想要增长到那么多，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自己需要去控制一次增长的记忆体的幅度是多少，可能不一定是乘以两倍，这时候你就要自己去调整。那其实 vector 也有提供一些 function 可以让你可以去自己调整记忆体的 size 的。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查一下vector 这个 library。那接下来接下来也是介绍两个跟刚才的那个记忆体配置有关的 function， 一个叫 resize， 一个叫 reserve。 resize 是会做两件事情， resize 它会配置记忆体空间，而且会去创造元素。然后 reserve 的话是只有配置记忆体空间，但没有创造元素。
这个意思是说，比方说我配置了100个机体的空间，但是我现在里面是没有元素的。比方说我用 resize 100， 这边 resize 100， 那它是配置的100个机体，100个 integer 的机体空间，那同时它也创造了100个元素。所以假设说我们去呼叫 resize 这个 function， 然后我们将100当输入的话，它会配置，它就是 allocate 配置出100个 integer 的空间。Integer 是这边决定的，因为它的元素是 integer， 它会配置出100个 integer 的空间，同时它会创造100个 integer， 所以它会做这两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它的 size 会是100，因为它有100个元素，那它的 capacity 也会是100，因为它配置的机体的元素就是100。那另外一个相关的就是 reserve 我们讲过，就是它只有配置机体空间，但是它没有创造 element， 所以它的 size 是0，因为你没有增加元素，所以它 size 是0，但是它 capacity 是100，因为它里面有配置的100个 integer 的大小。那假设我们想要自己手动去配置机体的话，控制啊，不是手动控制机体的大小的话，可以透过这个 reserve 或者是 resize。那也是一样，你不用自己去 new 跟 delete， 这个地方的 new 跟 delete， 他们会这些function都会自己去控制。所以如果是有一些你的应用是比较想要节省记忆体的话，你可以自己用这个 reserve 或 resize 来控制。前面这个例子也是你可以复制到那个 IDE， 然后去看它执行的结果。因为每一台电脑可能跑的结果会不太一样啊。那我因为我有用到对齐，所以，这边你就是要，把那个 include 相关的 library 啊，因为我用到这个 set w 啊，那它是在 io manipulation 这个 library 里面。那它执行的结果是跟我投影片的那个范例是一样的。那你可以试一下嘛，比方说这里假设不是500，你改成其他的，改成700试试看，改成700。那改成700的话，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说，这个它的 capacity， capacity 一定是大于700嘛。那第一次它是乘以2，然后它变成4096之后就没有再长大了，因为它每次都加700而已，都不会超过4096，所以这边它当它的 capacity 是4096之后，后面就不需要再做增加了。好，那这边最后这两页投影片的，那它现在是有两个function，第一个function叫 read English names， 那它的目的是，然后它有一个输入啊，输入是 names， 它是一个 vector of string， 然后这边有用一个 and， 所以它是 call by reference 的语法。这个在我们作业会，就是下一个作业啦，下一个作业会用到这两个 function。那我这边是解释说为什么要这样宣告。
是说你乍看之下会觉得很复杂，那我解释一下他这个宣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这个是 name， 这个是 vector of string， 就是说它是一个 string 的阵列。那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 name， 都是一个名字。那我想要用这个，我想要让使用者去输入学生的名字，然后把这个名字储存在这个 vector 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宣告了，我可以这样子宣告这个 function。那这个时候不能加 const， 你这边 vector 前面不能加 const， 这是我们之前上礼拜的小考题目吧。这边不能加 const， 因为你加 const 之后，你在 function 里面就没有办法去修改 name 了，你就没有办法把使用者输入的 name 存到这个 vector 里面了，所以这边不能加 const 这个例子。但是下面这个可以，如果你是 display 就可以，因为 display 的话是假设使用者已经输入 name 了，那我 display 只是把 name vector of string 印出来而已，所以这个地方 display 就可以加 const。 那这个 const 也可以拿掉，这不是强制的，但是这个 const 可以拿掉也没有关系，但是基于保护机制啊，这是一个保护机制，避免你不小心在 display English name 里面不小心改到 names， 所以这边加 const 是保护机制，它不是必要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加，所以这个就是关于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 read 的话，这边不能加 const， 啊，如果是 display， 这个 const 是可以加可以不加。然后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说这边到底需不需要加 end？ 这边到底需不需要加 end？那我们也是要就是根据你的目标来判断要不要加 end， 根据你需不需要用到 call by reference。 像这个地方我们希望在这个 function 里面去让使用者输入 name， 然后存到 vector of string， 那我们需要用到 call by reference 的语法，不然的话你在 function 里面去修改到 name， 不会影响到那个 main function 里面的 vector 嘛。所以这个地方是要加 end， 你不加 end 的话语义上有问题，语法上是可以，但是语义上会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要加 end。 然后下一个、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到底要不要加 end，这个答案是可以加也可以不加，加的话没有影响嘛，加的话就是说你在 function 里面你用 call by reference 的语法，但是你又不允许去改变它，所以其实加了没有关系，但是不加的话就变成 call by value 嘛，你把整个 vector 用 copy 的方式 copy 传进来，所以不加变成 call by value， 所以这边加或不加都可以。但是呢，我一般来说，如果你不是内建的 data type， 这边会加 end， 然后同时会搭配 const 一起。那原因我写在下一页，就是说，当你要传的这个，你如果你要传的这个 data type 是很大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内建的 data type 像 integer character double 这个都很小，都只有几个 byte 而已，所以你可以直接在呼叫 function 的时候直接 copy by value、这个都没问题。可是如果你是自己定义的 data type， 你这个 data type 它是比方说是一个100×100的矩阵的话，这个时候就不适合用 call by value 了，因为你100×100的矩阵你要把它传进去这个 function 里面，你如果用 copy by value，你要去 copy 100×100，就是 copy 10000个数值进去，那这个根本就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对于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输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用 copy by value， 我们就会用 call by reference、哦、所以就会用这边的 end， 那就是它就是只传机体的位置进去而已，不会把整个100乘100的矩阵都传进去。那这边也是看你前面要不要加 const 啦，假设你确定不会修改到 names 的话，加 const 会比较保险、哦、避免你不小心去修改到、这个传进来的 names。 因为你 使用 call by reference 其实很危险的、啊、因为你这边如果里面不小心修改到 names， 那会影响到 main 里面的那个 names、哦、所以这个地方要通常会加 end 啦。假设说你这边的 data type 不是内建的，我们会加 end。 那你可以自己去所以我这一页就是总结啊，总结说什么时候要使用 call by reference。 第一个时机就是说，当我们想要去修改传进来的那个，当我们想要在 function 里面去修改传进来的这个 object， 就是经过这个 function call 之后，我们希望那个 object 的传进来的 object 的值是被改变的，这个时候可以使用 call by reference、啊、这是我们之前学的啦。那还有第二个时机、啊、第二个时机就是刚才讲的，今天当我们要传一个很大的输入传进去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比方说你要传一个100乘100或1000乘1000的矩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会用 call by value 了、啊、你一定是用 call by reference。 那 call by reference 比较有效率啊，因为它只是传一个类似 pointer， 就是一个记忆体的位置而已。这是第二个时机。那它后面还有一个备注啦，就是说假设你在这个 function 里面没有要修改 object 的内容的话，那我们前面会加一个 const 去避免说不小心在 function 里面 function 的定义里面去修改到传进来的这个矩阵。那当然啦，如果你 function 里面是有要修改的，像这个 read 是有要修改的，那你这边就不用加 const。那下面你这边你可以自己去把这些 data type 的那个 size 印出来、哦、那我这边是一个例子、哦、比方说你把这个 VEC names 这个这个 vector 的 size 印出来、哦、你会发现它占了12个 byte， 可是如果你把它的记忆体位置，如果你把它的记忆体所它的机体空间所占的 byte 印出来，发现只有4个 byte。 所以我们如果传机体位置只需要传4个 byte， 但是如果你是用 copy value 传整个 vector， 你要传12个 byte， 那这个比较浪费空间。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就上到这边。那如果你 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留下来问问题，那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你就可以离开这个 Google Meet 了。
那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会把这个 Google Meet 的连线关掉了。